久，可以帮我靠近往前一点点，不要害羞，真的。这个时候只要拿到抽奖券，待会是一整袋要直接送，就有机会带回家。来，赶快大家，手上没有拿到抽奖券的，赶快陪同的男生帮忙多拿一张，来帮我靠过来一下下。而且呢，今天现场就是要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把我手上这一袋的礼物直接带回家。那而且我发现大家好像都离我有一点点远耶，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主持人手下有没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礼物？所以我请大家帮我靠近一点点，好不好？来，你看，谁最先把前面铺满？所以请问一下，现场所有朋友，手准备好了吗？来，首先举好，这个时候，首先举起来。请问你们来到的活动现场包括篮筐，这边有声音，这边也有声音。来，这边好像声音不够大声，你要喊大声一点点，帮他们拿一点礼物。好，那我想问一下现场所有朋友，大家手上都有一张我们的摸彩券了吗？有没有？有没有一张我们的抽奖券？有拿到了吗？还没有拿到朋友，赶快靠过来，因为待会呢，我们就要来抽出，最后要来抽出这一袋满满礼物的优券，直接幸运的朋友就送给他了。那而且呢，当然在我们今天活动现场，我想要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礼装重不重要呢？重要的朋友举手。哎，这个时候就知道举手，为什么？因为有礼物，有没有？所以呢，还没有拿到礼物，记得手不要放下去哦。好，这边刚刚有拿到，刚刚有没有举手？还没拿到，对不对？你要继续举到我把礼物送给你才可以放下，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说呢，礼装是不是一定要轻的？对不对？要有那个裸妆的感觉。那而且是不是要一整天都非常的持久，要不脱妆呢？那当然，我相信这种朋友应该都有看过。对不对？那请问一下，有没有看过来自星星的礼物？有哦，这边好大声的、哦，来再送一个礼物，有没有？只要吸引主持人的目光，马上礼物就加倍送了。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在韩剧里面的女主角皮肤都非常的透亮，为什么？因为她的底妆非常的轻薄，而且一整天都不会脱妆哦。那在今天现场就是要介绍给大家我们她非常厉害的秘密武器。那而且呢，在我们最后就要来直接抽出这些我们的这一袋礼物，就要直接送给大家。所以来，赶快，现场还有人没拿到摸彩券吗？有，对不对？来，赶快，一只手先借给我。好，来，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你刚刚已经拿了两张，还要再一张吗？不可以这样子哦，一个人就一张。好，那当然呢，现场所有的好朋友，第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做介绍的，就是我们激光焕白气垫粉饼。那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一定想说，起来感觉好像是可以上妆的同时直接来做保养耶，没有错，因为呢，在我们里面呢有添加了我们激光焕白的精华，让大家在上妆的同时还可以来做保养。那而且呢，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说，气垫粉饼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用过气垫粉饼，帮我举手一下。刚刚有的，这边怎么这么大声？好厉害，是不是？是我们来控眼妆时刻的。今天现场就让大家直接来看一下下了。好，你们看到这个呢是我们蓝豆的跟说激光焕白气垫粉饼，然后直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下，有没有发现中间看起来很平嫩的感觉？来，我要请呢我们这位美女帮我按一下。哎，有没有？因为我们按一下，我们的粉饼直接变成喷雾状的，而且对，好聪明，还知道拍在手上不要浪费。那而且呢，当然也要告诉大家，我们刚说了，我们底妆要轻薄，所以呢，我们就拿了一个趴牌的气垫粉饼，直接来做一下比较。来，美女再帮我按一下下，因为发现我们家的按起来比较平嫩，比较有弹性，对不对？所以呢，用起来呢也非常。那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呢？我们家的气垫这么的足嫩，因为呢它里面有百万颗的微气孔哦，百万颗的微气孔，所以让大家呢可以按压一次的时候就按压到刚刚好的量。那当然呢，我们旁边的朋友赶快手机先借给我一下下，因为我们今天要让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下有没有。今天东西好不好用，真的是要试过才知道。来，赶快大家按一下下。轻轻的在按在我头上，可以放在他的脸上，没有关系。来，直接来做人体实验，有没有？好，所以现场所有好朋友，我们今天呢，这个就是我们激光焕白气垫粉饼，就是要让大家呢，底妆第一步就让大家拥有透亮的底妆。那而且呢，大家就会想说，
把我们脸上的瑕疵遮掉呢？告诉大家可以，为什么？来，跟大家看一下下，你会发现我手上多了一块什么东西？我们智慧粉扑，来，我们美女帮我按压一下下，好不好？有很足的力度，对不对？来，我们先生，男生很少碰到化妆品，来，帮我按一下下。有对不对？来来来，我们先生按一下，因为今天呢要先说服旁边那一位男士，待会就他就直接把一组带回家给你了。所以你会发现我手上这个呢智慧粉扑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脸妆更加的均匀，所以呢我只要按下去，有没有按下去一次就刚好的量，然后呢我就收集一下有没有人要把手机借给我一下下，有这边有，哈哈哈，来有没有，好，我们就直接呢就这样来做按压就可以了，就像盖印章一样，有盖过印章对不对，就像盖印章一样，来我们直接帮你拭干手上，有没有，就这样轻轻的柔柔的把它按上去，有没有发现直接立刻呢我们的手就变得非常的透亮，赶快呢把这只手伸出来借给我，有没有，